欢你的生蚝。啊哈！饿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摸了谁的买？不买不会好。光天化日，众目睽睽，你这不是讹人？你是找麻是不？要不要吧？要不要？这盔甲熊我肯定要啊！你都卖假豆子，还能把你生给烂了？这都是上好的假豆，不想要我还舍不得卖呢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